Let me enjoy you.这首歌在想开山路的感觉，但也可以套用在人生的感觉。很有感觉，你坐得很稳。没有，因为他一直顺从的地方其实还好。要不然我去哪？胡椒粉要吗？你觉得我有时间用胡椒粉？哇，回到陆地的感觉真好哎！感觉很像在玩咖啡杯加海盗船。我们上次去拍兄弟本身那个海盗船玩了七次，今天下雨有同样的那种超浓感觉。下雨，你要确定吗？衣服湿了就没了。真的，我确定了。下雨，确定的，要确定的，下雨。老板，我相信你啊！你刚刚有紧张吗？不会，我蛮相信老板。手没有在发抖，我来确认一下。没有。哇，来电影啊！哇，好帅哦！行情全速砰砰上涨，穿梭在路里，穿梭在路里，超酷的，超酷的，超酷的，伸出鬼门，我觉得钱花的很值得。希望等一下一切平安安全，因为我们在一个封闭的场地，因为等一下大家发动之后会很大声 ，Stay High Cool 的音响不够嗨，只能听人家车上的音响。我说真的，我今天买了玩，今天真的是这些好兄弟们就是挺我，真的，这是平时这样做。原本好像要来300多台。好过瘾啊！什么事都是这样胖胖的，不是很好吗？刹不住，刷过车身晃荡，跌里攀高，硬载着胖胖，差点被这弯过的爽爽，就过的爽爽，谢老师的爽爽，打着油门胖胖换挡。这是一个碗，这是筷子。专辑的封面也有这样的手势。这些小巧思给有买 CD 的人，我们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